嗨，各位小财神，今天都还好吗？今天的主题呢是大户数位账户2021年的权益公告。哇，这个真的是大家期待了好久的权益呢，终于要上线了。而且宝可梦这边是抢先全球独家，他们就是只有给我啦。好，所以我们这边呢马上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权益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哦。好，今天的重点呢，好 ,2021 年的权益快速总览，然后再来我会跟大家介绍如何取得大户的最高权益。第三，我们有加码活动哦，好，这加码活动是我个人拿出来送大家的。最后呢，我们会跟大家聊一下未来的合作模式。好，所以呢，你如果想要知道最新权益的，你只要看前面五分钟就可以了。剩下的部分的话呢，是本团独享的活动，好，自己决定要看多少。好，来继续往下。2021年的权益快速总览，来看一下。噔噔，好，其实呢2021年的权益呢基本上没有做什么更动，甚至呢还有做所谓的加码。好，但是呢它这个加码的部分呢还是有一个小小的条件，也就是说关键字就是10万块，你一定要跟大户往来有超过10万块以上才可以拿到额外的权益。那如果你只有刷他的信用卡，但是却没有放钱在大户的部分，那么很可惜的，你可能这个高利活储 1.1% 的部分就没有咯。好，所以呢他还是有做一点权益的调整。好，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本身是喜欢大户的部分，不会对你受到影响。好，因为你本身就有一直在存钱啦。好，来看一下他的优惠利率说明的部分。好，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在2020年的9月份他们有做这个所谓的权益调整。好，大大跟大户两个等级。那大大的等级呢，就是说你的往来金额没有超过10万块以上就被归类为大大，所以你的高利活储的部分只有 0.45 哦，比较差一点。好，但是呢如果你有放10万块以上的话呢，好，超过这个门槛，你放在大户里面的钱50万以内全部都是 1.1%。 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就已经有一个明显的区隔了，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哦。如果你要放就是取得高利活储的这个优惠的部分，请你至少要放10万零1元以上才可以拿到 1.1%、哦、这是要特别注意的。那如果你自己本身连10万块都没有放到的部分，那么你的跨行提款跟转账次数总 total 只有10次。好，但是如果你已经有超过这个门槛以上的，那不好意思，就帮你做加码啦，就来到了20次哈。这个你如果拿来玩这个日盛的这个享乐点活动哈，2021年的新活动，你都可以拿到很多的加码。好，这个部分是很不错的。好，来再来往下，2021年的权益快速重览，赶快来看一下这个表格。修改前的部分，大大跟大户的权益没有什么改变。那修改后呢？你可以看到这边哦，它这边有写到，就是大大跟大户的等级已经做了区隔喽。好，那1万到10万块以内的话，只有 0.45。好，那10万以上的话，就是活储的利率大概 0.03、0.04。好，但是如果你是大户的部分，也就是说，如果你有放10万块、10万零1元跟大户做往来，那么你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50万以内全部都是 1.1%， 那超过的部分的话呢，才会变成 0.45， 那100万以上的话才会是这所谓的活储的排高利率的部分。好，所以这个生效日是2021年的1月1号。好，那这个16次的跨行提款转账在2020年的12月31号就会结束咯。从明年度起呢，好，这个生效日期为1月16号切账日之后，好，它会根据你的这个往来金额的等级，大大只有十次，大户就是20次，好，非常的多。好，所以如果喜欢就是转账赚点数的朋友的话，这个部分还是要特别去把握哈。那再来，刷卡权益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部分哈。这边也帮大家做了表格整理，来看一下。好，这个部分的话呢，修改前跟修改后呢，还是有一些明显的差距哦。一样也是以十万块为作为这个所谓的切割的门槛哦。如果你有放十万块跟大户有做往来的部分，那么你就会变成大户。那如果是大大的部分的话呢，你的国内哦是 2%， 那国外的话是 3% 的部分。好，但是呢你的合计加码上限只剩下600哦，没有到1500那么多。好， 1500 往回推的部分就是刷15万以内都可以拿到国内 2% 跟海外 3%。但是如果你只剩下就是大大的等级，那么你的每个月上限只会降到600往回储的话，就是国内刷3万，海外刷多少？2万嘛。好，差不多这个数字之后，你再多就没有回馈了。好，所以如果你本身是很喜欢大户的产品，也拜托你赶快放10万块钱了。好，这个跟他开始往来，好，你可以拿到的优惠就是更多。那通路加码的部分呢？好，这边有写到上限600很多，就是如果说5%的上限600，
往回推就是刷12000，但是如果只剩下300的话，你只剩下刷60000块钱而已，就马上就砍半了。好，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大户的优惠，也喜欢它的特定通路的部分，也请你一定要放100000块，这讲了好多次了。好，再来的话呢，指定通路加码是大家最关心有没有什么权益新增的部分呢？当然有，赶快来往下看。好，这个调整前跟调整后呢，你会发现其实他们有把这个食衣住行娱乐更完整的罗列出来了。那么你会发现就是全台电影院消费 ,Netflix, Spotify, KKBOX, OpenTix, 好，这个两厅院的 ,KKTix, 然后宽宏跟年代一样齁，之前有的部分都还是保留咯齁。那吃的部分就是说像 Foodpanda 或者是 Uber Eats, 一样都是有这个 5% 的加码的部分齁。那行的部分它有增加一些大家很喜欢的通路，比如说 GoShare, 齁，这个 iParking 跟停车大圣宫这部分的话，就是行车的部分。好，你自己本身有开车一族的，需要有停车，或者是小资族有时候想要勾 share 一下的，好，这个部分都有做加码。好，绑上去刷就有高回馈。好，那再来的话呢，玩的话 ，PlayStation、Xbox、Steam 这个也是之前就有的通路。好，最特别的部分就是说哦，学的部分还有嘛？哈，这个好好好学叫 Press Play， 这之前宝可梦都有写文章介绍过了。所以你自己本身有常常在做这个线上付费订阅学习的部分，一样有回馈哦。除此之外呢，新增了两大指定通路，第一个这个宠物的部分，哈，东森宠物云、鱼中鱼、宠物王国、毛孩市集、动物星球，这些是本次新增的部分。然后针对喜欢或者是有养宠物的毛孩子的朋友，这个部分的话，这张卡片更好用了。好，最后的部分就是家，好，这个家的意思就是居家的这个折扣。好，你喜欢去无印良品买东西 ，IKEA 成品生活，然后还有宜得利，全部都有5%加码。好，特别注意哦，成品只限定这个所谓的成品生活的通路，所以如果你是去成品书店买书，不好意思，那就不认列了。好，这个部分还是要做个区隔。好，但是呢，如果是成品百货的部分，好，它只要发票的 title 是开成品生活，就会符合资格。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亮点是无印良品，为什么？因为中信无印良品联名卡只有 5% 回馈，好，这是 5% 折扣的部分。但是呢，这张卡片呢，这个国内 1%， 然后再加上成品 5%， 加起来是多少？6%。好。哎，然后还有指定通路，就是那个你有这个数位账户自动扣缴的部分，就是再多1%嘛，所以加起来是7%哦，1+1+5就是7%回馈。这7%回馈呢，你的这个加码上限是每个月12000嘛，好，12000的部分你去刷，我觉得都还算是蛮够的哈、哦，所以已经有点这个打败这个无印良品的这个联名卡，我觉得这个回馈真的很不错，有到7%哈、哦，你可以特别去注意的部分。好，那你也可以再回来看一下这个通路的部分，他也把这个。旅游通路的部分它还是有留着哦，这个旅行社、免税店、航空公司、饭店类有，但是呢，把海外5%加码已经拿掉了，好、哦，所以这部分要特别注意，就是如果你要来拿来刷海外的话，最高只有3%回馈，那么这个5%回馈的部分是拿到其他通路去的，所以如果你要在海外刷卡拿到高回馈，你要用哪一张卡呢？答案就是必备卡，好、哦，所以必备卡将来呢会。加入大户家族里面，就是会放好几张卡片。好，这个是之前得知的消息，那也很明确，在我们现在的优惠里面，他的确是把这个海外高回馈5%的部分拿掉了。好，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哦。如果你要刷海外的话，也许建议你使用必备卡，好，回馈最高来到9%比较好。好，所以这是我们2021年大户的整体权益公告。希望这个最新的消息对你来说不会是一个就是不好的资讯。对我来讲，就是我本来钱就放在大户了，所以。10万块这个门槛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困难，但是也许对于一些新朋友或者是说没有放钱进来的人，可能就会觉得有点困扰啦。那到底怎样才能够取得大户的最高权益呢？好，我在这边的话呢，直接教你怎么做，好，最简单。然后往下看，平均往来资产达10万块，这10万块到底哪些算，哪些不算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活动细则。其实他之前在九月份的时候有做一个所谓的数位账户分级制的活动，好，那我有帮忙就是做了一个影片来做介绍跟分享，好，那甚至有写文章。如果你当初有看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哦，的确有做一个分级，但是分级出来的话，权益就是都一样，没有差。好，那现在有差喽，哈，已经试水温走了一季嘛，90、11、12，哈，走了4个月了。现在呢，2021年1月1号起。
就会来做完整的变更了。好，所以你要特别去注意哦。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活动规则里面有写到说，如何才能够把自己从大大的等级升级为大户的等级。好，这边有写到，往来资产达100,000，包含什么？数位账户的台币跟外币的活存金额，或者是台币跟外币的定存金额。好，所以你这边看到很简单的，如果你有拿大户数位账户好来做这个外币的转换，那你一定符合资格。好像我之前为了符合必备卡的资格，我就至少换了多少7,000块美金吧，好，放在这个大户的账户里面，所以这样加起来多少，至少有200,000的这个余额，所以我跟大户的往来一直都是20-30万，好，所以就是放一笔钱转成美金定存丢在那边也 OK。 那剩下的时间就是说，我的台币看相对低点兑换美金的时候，我就一直换一直换。然后我有在我的粉丝页不断的提醒大家说，现在是低点，赶快换。所以如果你有看到，就赶快一起上车，一起换汇的部分，你一定可以拿到很多便宜的美金。那这些便宜的美金要干嘛呢？好，除了可以维持你跟大户往来的100,000块的水准之外呢，稍后再跟你讲。继续往下。好，所以呢，还有买基金或者是 iBrand 的部分都符合资格，但是呢，拿来买大户头或者是拿来买大户头的封存股的美股的部分是不算的哦。所以你还是要有一些钱放在大户数位账户里面，好，这个部分才算真正的就是所谓的有往来的部分，好，这个大家要特别去注意。然后呢，它会在每个月的第一个营业日会做你的权益的这个所谓的升级的讯息通知，所以如果你现在是大大的等级，也非常欢迎你赶快来存钱，下个月好，你就会被升级上去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不然的话你的权益可能就会限缩咯。好，那再来呢，要提醒大家就是，其实我从2019年4月我就一直有在办这个活动，大户的人生金字塔挑战赛，好，你看接近100,000，好，99,999,999元就有一次我们的活动抽奖，好，那再来100,000、200,000、300,000、500,000都有不同的 level。那你要特别去注意哦，这个人生金字塔是不是已经预示了？好，跟大家就是已经有做一个明示或暗示，说将来我们的权益呢，的确是有可能会因此而改变哦。那现在真的在2021年起已经做了改变，我已经跟大家讲了，好，办活动做预防针了，所以你当初如果有跟好跟满的，你一定知道怎么做。好，那你的钱绝对不会只有放1块钱那么少，一定有放很多了。好，所以这都是给大家做一个暖身的部分。好，所以现在呢，今天录影片公告的时间是12月21号，也要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的大户数位账户的救护活动，宝格丽香水哈，我们要送一组，好，这个所谓的双管的，或者是黑色的盒子两组，是这个单管的部分。好，如果你想要的话呢，请从12月21号开始存钱，到1月20号这个月呢，你每个月的这个平均日均余额有超过，比如99,999元以内的，有一次抽奖机会，好，然后100,000、200,000、300,000、500,000不同的等级，存越多就越有机会来拿这个我们的超棒的赠品。那超棒的赠品在哪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就在这边，好，这也是我们宝可梦的20号的尾牙，已经送出去一组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在这个，哎呀掉了，其他的活动里面依序把这个送出去哈。那这次送的这个宝格丽香水组，它的颜色呢是属于浅蓝色，非常的漂亮哦。好，来看一下，这个应该还没有给大家开箱过哈，这个好像只有在这个我们这个去台南的那一支影片里面有讲过这个宝格丽香水。好，那我之前有试喷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很宝格丽，来给大家看一下哦。好，这个稍微擦一下，真的非常的有价值，味道很不错哈，所以如果你跟团哈，就有机会把这个带走。我们本团会送两管哈，那如果本团呢，跟团回报的人有超过500人，一样我会跟大户要求就是再做加码哈。这个组数他们真的限量，但是很多，我凭我这边的影响力，当然是可以帮大家要到，但前提就是大家还是要一起努力哈，来存钱，来回报，来参加活动。大户看得爽，我们发奖品才会开始爽，这样子哈，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来继续往下，好，我就把它放回去，很棒哦，太棒的东西了。好，也提醒大家哈，我们的活动规则在这边，好，12月21号到1月20号完整的一个月，让大家来开始练习哦，这个账上的存款月均存款余额，好，然后来
拿到指定的抽奖机会，存越多抽奖机会越高，赶快从12月21号开始存钱喽。好，那这样子的话，你的这个抽奖机会更高，说不定就有机会把宝格丽带回去。好，那这个香水两支引入的部分，大家都希望说拆成两支，然后有两个人中奖，这样中奖几率比较高，还不错。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来存钱了。好，那我们明年的1月21号到1月31号开放大家来做回报，请你一定要关注宝可梦的 Facebook、IG 跟我们的 Blog 或是我们的 Telegram， 都会来公告大家来回报喽。好，先存钱，下个月20号赶快来回报。好，那这是我们就是目前为止好教大家怎么存10万块，而且我有办活动哦，你们有机会就赶快来参加。这个钱本金和利息都你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你只要有截图来回报，就有机会参加抽奖，我们就把奖品给你。好，这是我个人加码的部分，跟大户没有关系哦。好，除此之外呢，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整个统整性的这个分享好了，分析。好，那这个也是我之前在台南，好，在成大呢跟那边的学生一起分享的简报的一页内容，很重要。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大家会有那种见树不见林的感觉，就是我跟你讲这个产品，但是你不知道说它在你的整个投资的立场里面，它到底是在哪一个部位。好，那我在这边呢刚好有一个脉络跟大家讲清楚。其实大家现在位于这个大户数位账户，是在所有整个投资的立场，你要让你自己财务自由的第一个阶段，最前面的阶段。所以你现在只要开户跟团，好，你不跟不跟团都没关系，跟团有额外的活动参加，但是没有跟团的部分，你有大户数位账户也很好，你跟别人的团也没关系，你至少有 1.1%， 至少要存10万哦。那刷卡最高有 8% 回馈，很好。除此之外呢，换汇还有享最高6分的部分。好，那这边我要再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我一直跟大家截图分享，然后大家都不知道讲说，宝可梦你为什么有美金让3分，那3分怎么来的？为什么我只有让 1.5 分？其实这答案很简单，就是你呢必须要持有必备卡。那么你只要有必备卡这张正卡在你自己的名下的话呢，你在官网或者是 APP 进行换汇，它就会自动帮你让3分了。好，所以必备卡本来就是一个外币的产品，好，你不需要拿这张卡片来刷卡，好，你也不需要拿这张卡片来干嘛，你只要持有这张卡片申请下来，你就可以享有外币的折扣。好，这是我自己使用上面我觉得很好用也很简单的做法，提供大家参考。好，所以你只要有大户数位账户，你其实在投资好或者是在累积资产这一方面，你都会有蛮不错的优惠。好，那当你有了大户数位账户之后呢，你如果看到宝可梦有介绍大户头，有介绍封存股，那才是往下进阶的部分。好，所以那是阶段2跟阶段3了。大户头很简单，它就是一个证券账户，但是它就是联动大户数位账户，所以你放在大户数位账户里面的钱不仅可以享有高利，而且就是被吸进去大户这个大户头里面进行投资，好，你还是享有折扣哦。比如说这个手续费优惠，好，或者是用封存股，好，然后你可以就是每个月定期定额3000块，看是要买0650或者是台积电2330，都可以拿到很高的回馈。好，所以这是大户头的优势，他们集团呢已经把整个产品就是生态系建立起来了，很好用。那封存股前进美股的部分是我个人非常推荐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台股的年化报酬率7%。美股的年化报酬率 10%， 那你用切尔复利法则下去算，你就会知道说你的资产会在多久翻一倍。如果你100万放在我们的这个台股的部分，72除以7，刚刚讲年化报酬率 7%， 你大概10年会翻一倍。但是如果你放在美股的部分的话呢，72除以10是多少？ 7.2 年，也就是说7年之内你就会再翻一倍了。好，你这100万变200万，所以呢，这中间就是差了3年的时间。那以此类推的话，你的本金累积的速度放在美股绝对是比较快的。所以我也非常建议大家就是使用大户数位账户来进行换汇。好，在这个台币的部分有高利活储，换到美金之外，每个月时间到前进美股赚 10%， 这不是很厉害的吗？好，所以你只要长久持续的用这套模式下去做，很快就可以财务自由了。好，所以我的目的是希望我自己可以在3年、5年、7年之内存到1000万，好，财务自由，靠这个利息的部分我就可以过我的生活了，而不需要借案子。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就可以更专心的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好，所以也希望这一套整个流程，好，见树不见林，现在就让你看到整体的状况，你就会知道到底为什么要办大户数位账户，它在我的整个投资历程里面是在哪一个部分，这边都跟你讲。好，所以这个简报非常的重要，也提供大家参考。那接下来呢，就是
本团的优惠了哈。本团呢，在2021年起呢，我们要来做所谓的大户抽抽乐。这怎么玩呢？很简单，好，就是刚刚讲的，你现在如果只要有存款的话，每个月的余额，好，这个利息21号进账的时候截图来参加活动，那你符合哪一个等级，你就可以来参加抽奖。好，这是很简单的。那抽奖送什么呢？好，这个活动的部分呢，我会在21号进行公告，所以你来我的部落格看我的文章。活动规则写得很清楚，好，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如果你没有时间看影片，来看我的文章，一样可以参加活动。好，那就是套用我们之前 Banky 存钱抽抽乐的玩法，好，就是你回报的金额，好，如果你存款的利息越高的话呢，你可以享有的抽奖次数越多。那全部的人揽咒会一起来抽赖库券100块钱。好，那你存的钱越多，你抽奖的几率就越高，因为你被抽的次数就越高。但是这部分的话呢，你要特别去注意，我们这次有一个加码的玩法，很简单，就是这里来看一下。好，每个月呢我们就抽100，就是一倍放大而已。Banky 最喜欢玩倍数放大，我这次也在大户里面玩倍数放大。如果你来我的直播中奖，在场你有喊用，你来看直播了，100变500，5倍放大。那如果你是我们幼班成员的话呢，好，不好意思，10倍放大变1000块钱。好，所以我非常欢迎大家来加入我的幼班，也非常欢迎大家就是幼班里面的成员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把钱都放在大户里面。那么你只要中奖了，你就是拿1000块钱，在现场哦，一定要在我们的直播的现场来喊用，你就有机会把1000块钱带回去。哇，存款的利息都没那么高，但是来参加宝可梦活动就可以拿到1000块钱了。好，那这个参加的限制是要限定本团吗？没有，你只要有大户数位账户，你有存钱的部分，你就可以来参加了。好，那接下来问题就是说，你到底需要，你存50万你可以拿多少？你存100万可以拿多少？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基本上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就是50万你就可以有5次抽奖机会。好，那我们之前 Banky 的玩法是因为它是 0.6%0.6%的这个高利活储无上限，所以你可以一直存一直存一直存，那你的这个抽奖资格就会一直往上累积。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大家都是公平的，大户呢就是五次，好，你放50万就是5次抽奖机会，那你如果放10万01元，你就有1次抽奖机会。好，因为大户的这个门槛的切割是从10万开始切的，好，所以我也是顺应潮流，把我们自己的活动规则从10万01元做一个切割，好，然后往上加10万，往上加10万，好，你存越多，每个月的平均利息呢，好，你就可以拿到这个相对应的抽奖次数。那你来参加我们的直播，看我们的抽奖抽中了。好，你在现场喊用100变500，好，但是你不在现场也没关系哦，因为抽中100是你的，我就会寄给你。好，这是很简单的，因为你只要有来回报就有 email， 中奖我就会主动寄信给你。好，所以这个就不用担心。那如果你是我们幼班成员，又有来参加抽奖，又有看直播，哇，忠心耿耿，超级会员，马上一倍变十倍，就变100变1000，好，这是一定要对大家好的。来，再来往下。以上的活动呢，要特别讲哦，这是我个人自掏腰包办的哦，跟大户一点关系都没有。好，他们不知道我办这个活动，这是我有赚钱要回馈给你们。好，所以你们如果喜欢存钱的朋友，不喜欢做投资的朋友，一定要来参加活动，因为你光是存钱就有机会每个月把1000块带回去，何乐不为呢？好，这是本团要对大家好的。那最后的部分呢，我们要来看一下哦，就是到底我们这一年以来，好，从2019年。到2020年，我们跟大户做了多少的合作？我们接下来未来又会怎么做呢？这个是你们想要 A 好康的人一定要看的最后一个段落哈，赶快来看一下。好，我们其实从2019年的12月开始，我们就有好多活动哦，包括就是跟卡板帮独家的这个限量红包袋抽奖，真的很漂亮。我看一下我现场还有没有，我好像还有留一点。哎呀，有哎，哇！这个呢，一定要来跟大家讲一下。来，这个大户的限量红包袋，真的刚好今天录影的时候我还要留一点。这个真的是很限量的，因为当初说限量只有30组嘛，啊，该送的都送出去之后呢，其实大户有多给我一点点，所以这些我都留住了。这可是限量的极品，有几组？1、2、3、4、5、6、7、8、9、10，我有10组哎，这个真的很漂亮哈。那这个当然就不能送了，但是呢，不用担心。2021年我们大户还会再做新的红包袋哦，这个真的是极品了齁，我以后要开大户博物馆哦，所以这些东西我都要留着，不能够全部给大家。好，很漂亮的东西其实我有偷偷留一组下来齁。好，来再来，欸，跟大家讲的该送的我都有送咯，这是他们额外给我的齁，没有说全部都要送出去齁。2月份的时候，3月份的时候有办这个所谓的
大户小爱在一起情人节活动，你有参加吗？你是在这一波活动参加就是上车的吗？好，我们最高是送500块钱哦，好，本团有加码200，不少，好，真的蛮多的。那再来的话呢，三月份呢，永丰大户它的 APP 正式上线了，也是交给宝可梦本团来做独家活动，很棒，好，你希望你们都是有 follow 到的。再来，你看这个。我们四月份开始来送精美皮革套，哦，这个东西就是证件套，非常的漂亮的。哦，那2020年呢全数送完了，哦，我们本团送的不多，但是呢他们做了200-300组啦，然后自己内部的行员啊长官啊送一送之后其实也没剩多少了，但是2021年他们听说又要再重新做一批了，哦，所以我相信这个东西应该是很多人都喜欢的，有可能接下来还会再送哦。所以你们一定要把握机会跟团，不论新户旧户，我们都有机会把它带回家。好，本团的话一定会特别在做活动给旧户参加，越早上车你越有机会参加更多的活动，好，中奖几率越高。好，那四五月份的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有做这个所谓的大户的爱马仕香氛组赠奖活动，好，这是五六月的部分，好，真的是无缝接轨了。除此之外呢，好，我们还有送大户防疫包，加码5份送大家，后来都送出去了，之前抽奖都抽出来了，希望你就是幸运中奖的那5个人都送出去了。再来7、8月的时候，其实刚好是这个大户已经上线一年，所以他有做一个生日庆的活动，那本团也有写文章，有拍影片跟大家分享，你都看了吗？好，没有的话也可以回来我的频道重新去看一下。好，那再来的话呢，7月份跟8月份其实我们也有做一个特案哦，我们送的是大户限量悠游卡，好，那这个限量悠游卡本我自己这里还有5张，我们打算在12月24号宝可梦跟死卫哥的这个直播圣诞欢乐直播呢，我们要送出去。要怎么取得呢？很简单，你只要在24号以前赶快来留言询问死卫哥你最想知道的房地产问题，不论是买房租房抓漏好，还是跟建商有什么纠纷，不知道合约怎么看的，怎么租房子，行情怎么样的，来问都有机会把它带回去。我们会送出5组，超过的部分呢，我会想办法升其他的奖品来送大家。哦，现场就是让十位哥自己选出5个人，然后回答5个问题。如果他每一个都回答，我当然每个都送啊。好，哦，所以这部分的话呢，你们都有机会认真问问题，就有机会把我们的大户悠游卡带回家。再来，9月份上线了大户的会员等级制，好，你有看这支影片的吗？我都有介绍过喽，好，那现在2021年起，它的优惠呢就已经完全的会照大大跟大户的等级往下走，说不定第二季、第三季还会有新的等级出来哦，优惠更高也不一定，好，特别注意一下。那再来的话呢，我有介绍过房贷哦，你看现在就是宝可梦也开始讲房子了，好，没有啦，好，这个大户理财型房贷你可能觉得 1.4 有点贵，但是呢，银行总是要赚钱，要做生意嘛，好，所以他还是有送一些不错的东西，比如说他有这个很漂亮的文青袋，好，或者是乐淘淘联名碗，好，如果你是喜欢这个赠品的，也许可以考虑跟大户做房贷，好，不一定啦，好，你就自己要去比较一下这个利率的部分，好，那再来，我们还有做一个快闪追气令，因为在第四季的时候呢，就是全球景气，好，就是美国他不是做无限量这个量化宽松政策嘛，好，所以它的美金越来越便宜，所以现在我们就是一直不断的在买美金，好，从28.7、28.8到现在28.2，说不定有可能跑到28、27.9都有可能，好，所以你这段时间如果跟车，好，跟风一起买外币的部分，你应该也有累积不少便宜的外币，好，都在本团都有跟大家介绍过了，好，那最新目前最新的活动，大户的摘星之旅，本团又送5组宝格丽香水，好，对不起，是10组，呵呵，我们好像是限量新户10组加码，好，那官方有送10组，所以有20组。但是新户呢，开完户之后来存钱，下个月1月21号来做回报的部分，你也可以来参加旧户的抽奖。所以本团最高要送出22组，好，不是21组，是22组。这个我们的这个宝格丽香水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值得大家来参加。好，那细数这么多的活动，你就会发现，哇，大户真的对我们本团的成员非常的爱护有加，那本团的成效也非常的好。好，不论是使用信用卡，或者是使用这个所谓的他们的产品，然后来买外币或者是做投资，其实本团的成效呢，从后台数据看都是非常的亮眼的。所以呢，大户也承诺说，本团在2021年起会有专属限量的产品，
就是在本团而已，没有其他 KOL 有了。好，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那我一定会设计活动，让新户可以拿，旧户也可以拿，让大家同乐乐。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也是大家一起达成的努力的成果，因为本团成效真的太好了，所以会有限量精品要来送大家。好，那最后呢，也是要展望一下未来啊。好，我觉得大户这个产品越来越成熟了，那它的市占率也从以前本来第五名、第六名跑到前三名了。好，那目前第一名第一把交椅当然还是 Richard， 第二名的话是 Coco， 那第三名就是我们的大户。所以大户有没有可能把 Coco 干掉？有可能，因为他只要继续撒钱、继续撒币，好，继续回馈粉丝，就会有更多人上车，那么 Coco 的地位老二地位就会岌岌可危啦。好，那大家也不要忘了，在2021年起其实还会有存网银，就是参战。好，那会有更多更激烈的竞争，更多的游水，也别忘了大家要持续的 follow 宝可梦的频道，那我们会有最新最棒最好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办数位账户，看我的频道就对了，也别忘了把这一支影片赶快分享给你身边的亲友，他们有在使用大户数位账户，叫他们赶快来看一下我们的权益哦。2021年的权益还是有更动，喜欢刷卡的朋友也千万不要忘记了。那也别忘了，如果想要财务自由，一定要开封存股，赶快投美股，这样对你来说才是有最大的帮助。好，我是宝可梦，我们下回再见，拜拜。